YouTube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。今天想大家介绍一份工作，工作内容是关于饮食行业的招聘，要求是正式员，雇佣人数为三名，地点是在东京都的中央区，时间是媳妇刀制，月给是20万至30万左右，日语要求是日常会话就可以。技能要求的话是有饮食行业的经验者是优先，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。另外我们公司还有其他的招聘信息，每天都有说明会，然后每天都有40家企业可以供您选择，时间是135的上午11点和246下午2点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，谢谢。